该死的搞什么？我鞋子都湿了，真是。是你吧？出去，出去！该死的钱钱钱！我爸也是只顾着赚钱，根本就不关心我。大圣典当500万，那是什么？我知道错了，我决定要离婚。您只要看了这个，就能明白我的心情。郑健先生，你愿意跟我一起同行吗？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绝妙的遗产。